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充满挑战性和引人深思的话题。首先，我们将讨论新冠疫情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的影响，特别是老化医院和数据系统的挑战如何使医疗应对变得更加困难。威尔士的首席医疗官指出，面对疫情，医院几乎拼尽全力，但仍需解决许多结构性问题。 接着，我们将转向缺乏人寿保险对西班牙裔家庭的影响。研究显示，在疫情期间，这些家庭的财务脆弱性大幅上升，缺乏保险使他们在危机中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将探讨人寿保险如何成为家庭财务安全的关键，以及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改进以减少这种不平等。 最后，我们将目睹一座高达四十三英尺的裸体唐纳德·特朗普雕像在拉斯维加斯的惊人现身。这一艺术作品不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还挑战了政治透明度的话题，让人们重新思考政治人物的形象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话题各具挑战性，无论你是站在哪一方，这些讨论都将激起你对当前社会的反思。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时，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 NHS 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老化的医院设施和复杂的数据系统成为了巨大阻力。BBC 报道中，威尔士的首席医疗官弗兰克·阿瑟顿爵士在英国 Covid 调查中指出，医院的医疗主任们为了管理老旧设施、重新配置空间以及应对不断涌入的病人，几乎是拼尽全力。 医院的建筑年代多数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和70年代，这使得感染控制和通风改造变得尤为困难。阿瑟顿医生提到，复杂的数据系统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卫生官员需要整合12个不同的数据库，以识别和保护脆弱人群。阿瑟顿医生回忆道：“我们在威尔士并没有一个能够快速识别这些人的 IT 系统，这使得防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他强调，改善数字连接性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点在未来的疫情应对中尤为重要。他指出，威尔士政府的医院获得传播小组 （NTG） 在疫情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小组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支持，帮助减少了院内感染水平。然而，阿瑟顿医生也坦言，要完全根除医院获得的感染，唯一的方法就是关闭医院，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在疫情期间，阿瑟顿医生的挑战不仅限于院内感染控制，他还负责二十一个不同的小组，这些小组研究了疫情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他在疫情初期并没有秘书支持，这使得行政工作变得极其困难。他回忆道，与苏格兰的对口官员凯瑟琳·卡尔德伍德博士交流时，对方对他们面对的问题和资源感到震惊。 直到2021年4月，额外的副首席医疗官吉尔·理查森博士的加入，才稍微缓解了这种压力。阿瑟顿医生深刻认识到 NHS 需要更大的应对能力。他表示，疫情期间，他们成功将重症监护病床的数量增加到300张，但仍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来填补这些职位。 这场疫情让人们看到了 NHS 系统中的许多不足之处，需要通过持续的改进和资源投入来解决。与此同时，另一个疫情中的脆弱群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u r b a n 报道指出，西班牙裔家庭在 COVID 持久疫情期间的脆弱性被系统性种族主义进一步放大。西班牙裔家庭中缺乏人寿保险的比例较高，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财务保障来应对家庭成员去世后的财务挑战。 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尤为毁灭性，因为西班牙裔家庭的年龄调整死亡率和失业率都更高。人寿保险是一种重要的财务保障，能在家庭成员去世后帮助家庭度过难关。定期人寿保险和永久人寿保险是其主要类型，但西班牙裔家庭拥有这些保险的比例却远低于白人家庭。疫情期间，西班牙裔工人更有可能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 即便政府提供了财务援助和社会保障的生存者福利，但并非每个家庭都能符合资格或对这些计划有准确了解。人寿保险的缺乏使许多西班牙裔家庭在面对危机时更加脆弱。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以增强西班牙裔家庭的韧性。人寿保险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财务保障，更是维持家庭稳定的重要支柱。 在疫情期间，西班牙裔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健康风险都加剧了他们的困境，这让人们看到了系统性不平等对少数族裔的深远影响。在疫情之外，艺术和政治的交织也在美国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The Independent》报道，在拉斯维加斯的公路旁，一座高达四十三英尺的裸体唐纳德·特朗普雕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座雕像名为“扭曲与猥亵”，由泡沫包覆的金属钢筋制成，重达约六千磅。雕像呈现出一个皱眉的特朗普，手臂被绳子固定，可以像木偶一样移动。创作者尚未公开身份，但他们表示，这是一个关于透明度和脆弱性的大胆声明，希望能引发对政治透明度的讨论。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出现裸体特朗普雕像，早在2016年。 五座裸体特朗普雕像曾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克里夫兰和西雅图等地出现。这些雕像被创作者 In the Can 称为“皇帝没有睾丸”，这是一个自称为激进艺术集体的团体。这次的雕像安装正值即将举行的激烈总统选举前夕，这无疑给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座雕像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还引发了对政治人物形象的深思。 特朗普的形象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座雕像的出现无疑是对他政治生涯的一种挑衅。许多人对于这样的艺术表达感到震惊，甚至认为这是对特朗普的侮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政治透明度的有力呼吁。随着选举日的临近，这座雕像的存在可能会成为焦点，吸引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关注。 它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一种表达，更是对整个政治体系的一种反思。这样的艺术作品提醒我们，政治人物的形象和行为不仅影响着他们的选民，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无论你对特朗普的看法如何，这座雕像都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重新审视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座雕像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中巡回展出，继续引发人们的讨论和思考，成为一个反映当代社会的独特符号。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医院的老化和数据系统的不协调，的确对英国 NHS 的应对新冠疫情造成了重大影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像是试图用一部1980年代的手机来发送现代的高解析度视频，完全不匹配吗？天叔，我同意医院老化是个问题，但我们这里可是2023年，不是1960年代。 你说的那部老手机，早该扔进博物馆了。NHS 应该早就更新设施了吧？这问题难道不应该早解决吗？让我来给你个历史例子，一九四零年的敦刻尔克撤退，当时的局势可比现在艰难得多。结果呢？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硬是把三十多万士兵救了回来。琪琪，你这么说有点不公平。 毕竟苏格兰威士忌也不是一夜之间酿成的吧？NHS 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设施老化。更何况阿瑟顿爵士也提到过，数据系统的整合需要跨越十二个不同的数据库，这让我想起了《哈利波特》里的七个魂器，找到一个都难，还要全都收集。天书，你的比较真是幽默，但我们可不是在巫师世界里。 数据整合虽然困难，但这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时，他可没抱怨说地图不够详细。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的行动。英国的医疗系统应该早就有这个准备，不能总是等到问题爆发再来抱怨。琪琪，我同意需要积极行动，但你不能忽略问题的复杂性。 阿瑟顿爵士提到，威尔士的医院建筑年代久远，就像我们在看唐顿庄园一样，这些老建筑在现代医疗要求下，真的是力不从心啊。这需要时间和资金，重建一个医疗系统可不是说重建就重建的。天叔，你这比喻真是没错，唐顿庄园那么奢华，但也问题多多。 你说的问题是现实，但这并不是不作为的借口。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二战后一片废墟，但凭借不懈努力，他们迅速重建并成为经济大国。NHS 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迎难而上，而不是等待奇迹发生。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二零二四年世界第一大竞争，谁胜谁输，天下都会大变。美国导报，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华盛顿、华尔街、硅谷，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美国导报，YouTube.com at American Briefing。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